怎么说？来一把召唤物。怎么说？安妮掘墓，翠神掘墓，安妮翠神。哎，安妮翠神，感觉听起来还行啊。姿态和 Let Me 双排新模式二 v 二，选出召唤物组合，玩的就是以多打少。然后姿态看到有人选了牛头加波比的组合，结果竟然是上把刚被姿态和 Let Me 用牛头加波比恶心过的两个人。哎，这两个人是不是上把的？那个波比牛头是上把新的啦。由于要到第三个回合才能到达六级，没有大招对于这个组合完全没有发挥的能力，所以准备了连败开局。兄弟，没事，我们前期给了，无所谓的。怎么说？这把连败开局，这把连败开局，前期给了，我这局死，兄弟。前期打不了，前期没一点战斗。前期给了，我们俩都把前期给了，直接给，打谁都要掌虐，等六级再打。到了选择第一个海克斯的时候，姿态看到终极刷新后马上有了鬼点子。那我穷怎么控啊？第二回合两人遇到牛头加波比的组合，看他们不会玩后直接放弃了连败开局。给你对了，果实，哎，果实，哎，果实，我在哎，兄弟，他们两个不会玩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组合前期不可能输一把的，我还死不了。确实，他们两个不会玩，兄弟。哎，说实话，兄弟，波比牛头还得我们两个玩，我们两个太肮脏了。第三回合，姿态终于到达六级，直接开始出手。来来来，开打！直接哇，卡了！哎，我第二个大哦。我操，两开门两头熊。两人靠着召唤物直接把二 v 二完成了五 v 二，对面直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都在，熊和小菊都在，随便打。随后两人直接靠着人数优势开始压制，只是召唤物对面都解决不掉，真的在玩弄对面。就我们就在旁边看，别理他们，旁边看。把我们砸飞了，让召唤物追他们，我们就看。甚至打到最后，熊和小菊还接近满状态。我熊还在追。仙宫黑暗空间。姿态和 Let Me 正以为自己无敌的时候，遇到了7-0的剑圣。哎，兄弟，剑圣7-0。哦，7-0就中。哎，兄弟，完了，快点救我！剑圣，打剑圣，你别去炼金啊！啊，你人呢？啊？不是你不打剑圣吗？不是你没打过吗？打！两人配合出现问题后，直接当场决裂。怎么去追一个炼金不杀剑圣啊？不会玩别玩，这都打不过吗？他去追一个这种装备的炼金，哇，垃圾爱翁，纯粹的垃圾。刚被剑圣加炼金虐完，结果两人又因为战术问题再次当场决裂。这往上砸，就往上砸。啊？砸吗？哎，哎，啊，哎，啊，啊，打钩子打，懂威玩这个爱你。我没有买重伤，你为什么不买重伤？我是下波买，别急。
偷奶妈啊，发可爱，你发你别叫，你别叫发 u 买重伤，我买鸡打不过就碎了，来直接欧印打，他直接去到果实了，他在这里，对，你去在这里，我看到了，我去探啥，兄弟我追一个大杂毒，德雷我好像快死了，兄弟德雷快死了，好像德雷快死了，打不死，没事，有重伤，欧印打，欧印打，没进欧印打，欧印不了，下吧，怎么说，不是重伤没用吗，不是都出了呀，我都出了重伤，下一把此时姿态和 Let Me 只剩四滴血，已经没有了容错率。随后剑圣加炼金虐了德莱文和奶妈后，姿态和 Let Me 再次虐了剑圣加炼金的组合，剩下的三组已经形成了三角关系。怎么办？进入恶心的循环圈了。没事，这波看我的。随后压力来到了姿态和 Let Me 这边，能破吗？怎么破？好问题。我操他死了！哎，剩下这家不是纯玩具啊！最后姿态轻松单防剑圣，两人直接拿下第一名。兄弟，款款26万，没用。